大家好，我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山花园游乐设备公司的大锤手这一款机台。那么接下来我会对大家展示一下。现在就开始了。然后呢，它有四款游戏可以选择，我们任重选择一款，比如说打蚊子，然后呢又打这个上面的这些蚊子这些东西。闯关成功了之后啊，我们还可以继续选择玩另外几款的那个游戏。那这个时候大家闯关成功要继续玩了，就还需要再继续投币。那么这个展示就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